茶派新口味新包装升级不换代。本节目由农夫山泉茶派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好歌随心听、水果零元拼的拼多多联合赞助播出。要纵要上要才华，本节目由要你笑耀全场的黑人牙膏首席特约播出。独家战略音乐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赞助播出。新包装升级不换代，本节目由农夫山泉茶派独家冠名播出。上拼多多 APP 搜索我是唱作人，一整颗榴莲零元带回家。要纵要上要才华，本节目由要你笑耀全场的黑人牙膏首席特约播出。青岛纯生为唱作而生，本节目由青岛啤酒赞助播出。独家战略音乐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赞助播出。上新浪微博搜索我是唱作人，参与微博榨汁榜，为喜欢的唱作人点赞。打开爱奇艺泡泡 APP， 进入舔屏小视频，接受来自爱豆的心跳狙击。随便坐吧，还是坐这儿吧。哎，我之前是坐啊，坐这儿。你今天弹琴吗？弹。哦，吉他还是？吉他。啊，吉他。我能感觉到气氛比较凝固，但是我已经尽力了。背下来词啊？对啊，因为我这个前几天写的。我自己写的东西我一般都会记得，背不下来。我，对啊，自己打脸了。Hello 啊。嗨啊。Hello。咱短头发三人组。你是剪头发了？对，我剪头发了。头发太长扎眼睛，我就给剪了。你这次还是 rap 吗？还是其他？我真的不 rap 了。抒情的吗？还是摇滚一点？就抒情，普通抒情的。嗨。Hello。梁博老师，我今天的歌是为你写的。真假的？啊，真的呀。我一进去我就跟梁博说，我说这首歌跟你有关。你今天你不会再挑战我了？我会，一定啊。你还挑战我？我会选你，然后我这首歌叫不服。因为梁博我一直说他，我虽然输了但是我不服。我不认可。也不知道怎么就我们俩就结成了这样的缘分。我服了，我已经服了。我特别惊讶，这个歌叫不服嘛。其实我觉得他对我的认可我在心里是很感谢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实在是就是选了太多次了。下一个就是等新加入的一位歌手。Producer C is watching you. 今天
你们将迎来一位新的挑战者。我对不畏进来的歌手是有很大期待，在这么高压的前提下能够介入进来，我觉得一定是特别有实力的一个人，但我想不到是什么样的风格的。有请本期第一位不畏唱作人。是高跟鞋的声，外面有人在走动的声音，感觉很高，十厘米的样子吧。会是谁呢？要进来了吗？哦，啊，怎么就进去了？非常意想不到，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是大师级别的，一直在做世界音乐，没想到他还会来参加竞赛类的舞台。没有想到，因为我印象中他一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很有地位的一位歌手，或者一开口就特别狠的那种。萨顶挺好使。大家好，我是唱作人萨顶顶。作为一个唱作人，我非常不愿意去消费过去自己所取得的音乐成绩，用一种崭新的心态，一切归零，重新开始。歌词是没有中文词的，首先是很新鲜，其次是对他很有期待吧。他的歌很怪，但是我觉得他的怪是大家能听得懂的。我听第一遍是没有听懂，这首歌应该觉得争议挺大的，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吧。大家听懂他唱了什么了吗？唱的是另外一种语言吗？还是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它是情绪，很特别，我觉得。大家好，每一个音乐家都曾经在他的时代有过不一样的声音。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要知道，在每一个时代，我们要的是不一样的表达。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人可以这样子，非常觉得不可思议。那我今天第一次看到本人，大开眼界，这样。节目能请他来，我非常高兴。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能感受到他音乐里传递的那种感觉，类似于世界音乐的这种感觉。各位，今天我们将进行第三轮 demo 互听。本轮规则如下：不畏唱作人萨顶顶将在上位区三位唱作人王源、曾轶可和梁博中选择一位进行挑战，剩余两位未被挑选的上位区唱作人自动成组进行对战。这个赛制变了，上位打上位啊！听到赛制的时候有一点失落，我已经笃定要选他了，但是这个改变就让我无法选到梁博老师了，我觉得这个有点气。我选不到你了，博哥。那咱俩终于解散了。咱俩这 CP。中卫区四位唱作人将组成两组，主队厮杀。本轮比赛中，
获胜唱作人进入新上位区，所有落败唱作人将直接降入下位区，成为淘汰候选人。在下一轮中，淘汰候选人将只有50%的生存几率。没有中位区，淘汰俩人吗？这有点狠啊！本来我以为上了高位区可以高枕无忧了，就是你们下面打呗，结果就时刻都不安全。这个赛制就是飘忽不定，就是会让创作人不会有任何的准备。挺有意思，这规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次赛制，随着大家的情绪，比赛的赛制去改变和调整，非常非常好。听见心中所爱，唱作自成一派。Demo 试唱现在开始。萨丁丁，接下来在上位区的三位唱作人中，你想先听谁试唱？我想先听曾轶可唱。唱作人曾轶可，有请。谢谢。哎，这一次可以拿歌词了是吗？我没有歌词。这首歌的歌词比较难，反正就是自己打脸的，但是真的是我自己写的歌。这首歌真的是写的太临时了，就是交歌，一直交歌，我都没有交，一直到最后一天交歌的时候我才写这首歌。用很简单的字句，可是展现出了他的坚毅。我很少真的遇到一个歌词方面我很崇拜的，就是我觉得他的歌词真的是太无敌了，对我来讲。曾轶可的 demo 我每次都无法评价，他就是个无法定义的人，就喜欢的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不得了，有的时候我欣赏不了。为什么相信，虽然我身体是冷的，但是心是热的。谢谢。太个性了，太酷了，太酷了，好酷，太酷了。轶可的音乐一直在一个情绪里，可能我们更注重内容的交织，他更注重情绪的表达。每个人的方式不同，他是平稳的讲述一个精神。我觉得曾轶可今天的状态非常放松。他是那种无欲无求的一种唱歌的方式，我非常欣赏。唱作人萨丁丁，下一位，你想听谁试唱？王源。有请上位区唱作人王源进行试唱。那我去 demo 户挑了。这首歌的歌曲名字很长，叫《世界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的，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对了，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结合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这首歌是写给我，写给我那个朋友，然后写给所有的人的。
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万个你，逃离那些让你错乱不安的情绪，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面对。其实对于莫言这首歌还挺打动的，不是为了追求形式而写的，能感受到他想表达的他的心理状态，确实是真挚的东西最打动人。我能体会到他想表达的东西还是跟他现在的年龄是有关的，就很赤诚的一种感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发自内心的那种感觉，我会想到我十八岁的时候。没了。王源让我挺惊讶的，对于写歌并且自己唱这件事儿，我认为真的他能做到现在这个样貌，我觉得他很不错。我在他那个年龄不一定能写出那样的歌。今天唱 demo 就是中下发挥吧，就没有前两期那么差，但是我的歌不会像今天这么温柔，还是会比较现场会比较炸一点。很自由的艺术家，他的表达很舒适，就是他注重的是一个 life 的氛围。梁博这首歌有点像公路电影的感觉，在这种律动里面，梁博把他想要传递的东西，在这种节奏里面去把它一步一步的传递出来。我哥没唱副歌，没放大招。这首歌很特殊，这首歌的副歌它只是起到音乐里的情绪一个作用，其实它不是真正的最重要的部分。如果呢，我只是为了让大家听到一个全貌去改变音乐的节奏的话，我会很难受。博哥他每一次唱也都是唱得很 demo， 可是现场每次都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已经习以为常。就像他到现在好像都还没有输过啊，蛮有 guts 的。上位区三位唱作人已经全部试唱完毕，唱作人萨丁丁，现在请做出选择。本轮你选择的对手是我选梁博吧。谢谢。我说实话吧，我想选一个老练一点，我是抱着切磋的态度去选择的，像华山论剑一样。我们俩的力量是不同的，梁博的声音它充满了刚强，用我的柔美之力去挑战一下他的那个刚强之力，希望同时在舞台上看看观众的反应。我喜欢的音乐人选我就是很开心。上位区其余两位唱作人曾轶可和王源自动成为本轮对战组合，请注意，落败唱作人将直接成为淘汰候选人。其实我们两个歌风格差很大，没有那么好预测，就看观众的喜好。王源前面唱的只是一个很安静的抒情的歌而已，我根本猜测不到是什么样子，这下有得看了。接下来我们进行中位区的 demo 互听，有请唱作人汪苏泷。好，我这首歌叫不服，这首歌就是为这个比赛而写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风格。前两场我虽然输了，但是我不服，不认可，这首歌就是我的态度。
出才是贵族，容我一身傲骨，反正我不怕输，我只想被人们记住，我永远不知足，用这一生来赌。他对他自己在音乐里想证明想坚持的东西很用心，而且这首歌的话，我的直觉是现场还会有更多的变化。谢谢。他这首歌我觉得蛮凶的，明显感受到他的火气跟音乐上面的这种爆发力，血气方刚，把自己的愤怒表达出来，我很欣赏。他那首歌旋律我们也听着很好听，而且很高，平时的歌给人比较浪漫甜美的那种感觉居多，那这次是能感觉到有稍稍的一些悲伤，还有一些倔强的东西。下一位有请唱作人热狗。狗哥上。可以可以。这首歌叫做《改变》。我写这首歌想要跟大家讲，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明明知道不好，他就是不去改变，可是生活都会在后面催促着你去做改变。想要改变世界，最后发现世界改变了你，遗忘了劝你开始慢慢掉入陷阱，一直变原本记的东西，现在变得不值烟，天堂或地狱或许就在一念之间。你想要改变一切，你说说而已，遗忘了劝你说你只是苦。这首改变的话明显比上一首要情绪要更饱满，很有最开始世界上出现说唱歌手时候的那种精神。平一平未来有把握，就现在寂寞的歌唱的像是天籁，现在的人们总是孤独的像个散户，编排的时间仿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没人在乎胆固醇。如果说上期我在遇到狗哥这首歌，我可能就悬了，我有预感到在现场一定会把顶棚给掀掉了，太狠了。不能，我眼睛起了雾，我走到这一步，他挡也挡不住，你们每一张脸我都记得住，让我挺得住。我的低气的态度是更有 battle 的那个味道，他现在好像就平和了一些，没有带刺儿的去表演。来自生命的改变。谢谢。这首歌好强啊，狗哥。哇，狗哥强啊，这一首特别强。我只能说，谁遇到我谁倒霉。有请。毛不易，加油加油加油。六年之前第一次从东北老家来到杭州，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这首歌就是想记录一下自己在江南生活的这段经历。他没有前奏，这个我一见的就是我唱。雨会洒下一缕缕随波潺潺，晚风里灯影柔满，荡漾着湖水轻轻牵引婉转，青地白花油纸伞，彩一片莲叶飘在两岸，长亭和垂柳作伴，下来薄雾不散，不见远山，一方天地风清水软，水绿天蓝蓝，白鹭一行路辗转。他的一瞬间能够打动你，他的那种轻松和那种诉说感真的是属于他的。我全程是闭着眼睛听的，非常非常有画面感，
而且旋律也很好听。我觉得这首歌是我在播放器里循环一整天的歌。一曲唱不完，此曲几时还？明月照两端。没了，谢谢。他就是很稳的。今天这首歌也是很典型的他的风格。用多少荒唐才能填满心中空白的地方，找个理由才能对你说我爱你的模样，用几个晚上撕扯回忆，却冰了我的胸膛。就这样吧，痛也痛了幸福，中了冷枪。每一次牵手过后的拥抱，疲惫不堪也不放。很想原谅，可话到了嘴边，其实我只想说，没那么容易爱你。高大哥的 demo， 我觉得跟年纪有关。高大哥的成长环境，高大哥听的歌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可能更大一点的年纪人会更喜欢一点。惊喜和失望做游戏，不言语。最后变成了习惯，有你。好，谢谢大家。高大哥的那个歌，我好像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一个 keyword 或是一个记忆点这样子。他那个音乐风格就是我平常就不会去听这种音乐风格，可是跟他的音乐的好坏那个都没有关系，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音乐的品味，我觉得每个人的劣势有可能会就会成为最大的优势。比如我最大的优势，大家觉得传唱度高，内容朗朗上口，大家容易接受，我觉得是好的。接下来，我们进行中位区的选择。中卫区四组唱作人，你们面前有四瓶农夫山泉茶牌，每瓶茶牌旁都呈现了对应的茶花。请中卫区唱作人各自选择一幅自己喜欢的茶花，站到他的背后，抽到农夫山泉茶牌的唱作人将拥有优先选择对手的权利。现在请四位开始选择。祝你好运啊，龙哥。我选这个吧。我选这个吧。来，毛大师，你先选。那我这个。谢谢，谢谢。请一同抽出你们选择的画板。一二三。哦，靖哥是。又是你选。又是我选一颗呢。那没想到一抽出来还是我在选，不可思议吧？有三期了就，都一直在选择。现在拥有优先选择权的唱作人高进，请在中卫区其余三位唱作人中做出选择。注意，本轮对战后，落败唱作人将在下一轮直接面临淘汰轨迹。今天作品当中能够惊艳到我的就是汪苏泷，我觉得他已经有背水一战的这种感觉了。他的音乐里面是有杀气的，毛毛太稳定了，他是那种特别讨喜的歌手，就站到舞台上就可以让大家很喜欢他的那种歌手。高进，本轮你要选择的对手是？我选择的是热狗大哥。既然他说了谁碰他可以死，那我就碰他就好。大叔之间的对决，那我很抱歉跟大家讲，从今以后，我是唱作人节目只会有一个大叔。其余
两位中卫区唱作人汪苏泷和毛不易自动成组进行对战，落败唱作人将直接成为淘汰候选人。尽量的把这个表演做到最好，把好作品留下来，把好的舞台留下来。他很优秀，但我也很想赢他。本轮 demo 互听全部结束，比赛现场见。Producer C， 祝各位好运。不要紧张，你准备好了吗？房间里在下雨，我觉得自己无法比你低，我不过勇敢的呼吸，都是你没听过的叹息。漫长宇宙无际，羁绊的引力，发光的情侣，在流星坠落的心底，我收藏了感动的秘密。你挥动的手是人海里的帆，牵引着我靠岸，像每周六中午12点开饭了，唱作人的陪伴。请保管我自由的心，农夫山泉茶牌的游戏，不被束缚的心中的深海，我是唱错人，唱出心中的深海。我是一个 rapper， 其实我还是蛮期待狗哥的。我觉得狗哥那天有点保守了。我希望能够听到就是其他歌手所没有的一些个人的元素跟风格。我希望今天来能听到更好的东西吧，或者是一些疯狂一点的音乐吧。这期好残酷啊，输了就直接就进入淘汰了。我从来没参加过一个节目压力这么大的，真的。我想先听听看萨顶，你昨天那个实在是听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是唱作人，这个舞台是有魔力的舞台，让我感受到了这个舞台给我的那个刺激和冲动。欢迎来到爱奇艺春网自制《农夫山泉插派》，我是唱作人，听见心中所爱。唱作自成一派，我是 Producer C。 今天八名唱作人仍将用八首全新的原创作品进行四组一对一对战，每组两名唱作人演唱完毕后，请现场101位大众评审对他们进行2-1投票，不允许弃票。唱作人的胜负完全由你们决定，你们必须认真对待每一次投票，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首先出场的是今天的第一组对战，萨顶顶、梁博。加油啊，博哥！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
我的音乐呢，争取把它呈现好。我现在更多的是我想听到他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所传递给大家的感觉。选择梁博只有一个理由，以柔克刚。我想看观众怎么选。我真的是非常惊讶，我觉得完全没有料到，很久没看见他了。萨顶顶以前也听过他的歌嘛，他唱的那个万物生，虽然说听不懂，但是旋律还是蛮喜欢的。他其实参加这个比赛其实挺奇怪的，我觉得，因为我首先觉得萨顶顶他首先是一个从创作的私域方式，然后表达方式跟其他八位选手都完全不一样的一位歌手，他跟其他人比的话，我觉得没有可比性。很高兴来到这里，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语言，今天我带来一首我的自言自语，与生俱来。应该是一开口就鸡皮疙瘩起来的那种。天开了眼。
厉害，厉害！好多种唱腔，我觉得还挺惊喜的，萨顶顶就是让人耳目一新。我们这个小团体里面是需要这样的声音出现的。谢谢大家。因为我没有确切的歌词嘛，所以普通的观众可能接受起来会有一个距离。但是我想，就是希望挑战他们的包容度。如果他进入了音乐，他一定会懂我。我觉得他很空灵，世界音乐歌曲演绎难度非常大，也很独特。他这首歌，我觉得比我想象中更小一点，我觉得他后面会更飞起来一点。然后，但是就是这样了。哎呀，紧张死我了！两位加油，加油！我很早的就去后台，这是我一直演出的一个常态，可能会被摄像机记录下来吧，因为可能别的演出大家都没有看到。我觉得，因为我确实习惯了上场之前更自由的状态。大家好，我是梁博。今天这首歌呢叫做黑夜中。其实我不太想说它更深层的意义，这个是一个让大家能想要去跳舞的歌。跳舞希望你们能喜欢，谢谢。今天说的话比较多。平时说的话比较少。
消失在黑夜中，那声情人在我左右跳舞在黑夜中、啊、帅，我喜欢，谢谢大家，谢谢。梁博哥就是特别会把这个节目当做自己的音乐节或者演唱会在体验，在用心。第一场这个表演就好难分出胜负，我真的当下我并不觉得谁一定。他很强，真的，他真的非常强，而且他在舞台上的那一份淡定，他的眼神充满的那种力量。哇。祝贺，哎，真不是跟你说客气话，非常好。谢谢谢谢老师，真的，谢谢老师，好喜欢，谢谢，我喜欢你在舞台上那个眼神，眼神，真的那个眼神太自信，太好了。第一组对战表演结束，请101位大众评审前往场地后方的插派站之间，在两位唱作人中进行二选一投票。听见心中所爱 ，Judge 派勇敢表态，大众评审，投票开始。梁博对于音乐的态度让我觉得很敬佩，而且他真的是一场比一场好。梁博他们齐名，坚持自己，坚守自己的风格吧。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敢冲破自己的固有的一个套路和固有的一种方式。梁博他的曲风或者说是一些编曲上面也没有采取太多的一个个人的改变，我感觉大同小异。大鼎鼎非常让我意外，我觉得在中国出现这样一个很魔性的这种音乐风格，然后跟很国际化的融合，其实做得非常有特点。
语言虽然说听不懂，但是就是一个感觉，就感觉很舒服的。我觉得萨顶顶老师这首歌，说实话听不太懂，我很难被他带到那种情境当中去。这样看你会把第一个萨老师演的就给忘了，都忘了。如果我是现场观众的话，我可能会投给博哥，因为他毕竟是后演唱的，那个情绪当下我受那个情绪的感染，而且他的旋律很好记。但是梁博好像差不多，他的这个跟前几场萨顶顶可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很难决定。101位大众评审投票结果已经产生，本轮获胜的唱作人是。结果出来了吗？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哇！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哎呀哎呀，好紧张！本轮获胜的唱作人是萨顶顶，萨顶顶进入上位区，梁博进入下位区。哇，梁博是第一次输。对啊。你好厉害。对，没有超过我的预期了，选了一个这么大胆的音乐，也在做挑战。之前其实想过说肯定会第一轮肯定不太好成绩，但没想到观众们选了我。这不是连个沙发都没有吗？这能坐吗？那就我不可能坐地下，需要椅子。可能我觉得那样坐着我别扭。采访采访你呗。啊，我干嘛呀？作为歌手的导演，此时此刻心情是怎么样的？接受结果，但肯定会有一些些小小的失落呗。我要说我有一丝开心，你能不能相信？为什么？你应该不会相信，对不对？你觉得我的跟你假客气？为什么？你要说人的正常情绪的话，因为你在上面的话，你会可以安全，这是肯定的。但我其实有一点点不自在，就是。因为唱的好的很多，你一直在那屋待着，一直给你捧着吧，也有点儿。我下来了，我一点儿都不难过，至少这一次的话，我跟你讲的是实话。就这种，就是这种感觉，现在窃喜，你能信吗？你这有点不正常，这想法是不是？就这样，这样我觉得才叫玩儿，就有意思。下一场我正常的还演唱我自己的歌，我要看大家是什么反应。而且你就算你卯足了劲，你唱一个迎合大众的，也许大众这一刻就不喜欢。接下来有请今天第二组对战的唱作人王源、曾轶可。你其实只有一个人。直接上场了，哎呀。哎呀，我好慌啊，好紧张啊！那首歌其实挺扎我自己心的，就是每次唱都会挺难受，就是我如果走心了唱就会很难受。来了，王源来了。我想在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看舞台上亮吗？但我看你们其实很黑。这一首歌叫做《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别人真的不能够对你感同身受的时候，这种无助感，这种孤立感，我觉得是我这首歌的一个核心思想。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听懂。对，
怎么这么安静，感觉被所有人抛弃，生活这么拼命努力，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万个你，逃离那些让你波动情绪的事情。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在夜里哭着，哭到头痛，直到睡着。没有人谢你啊，觉得虚伪你逢场作戏，我一直都会记得一句话，强大到无往不利。一下子有画面涌上心头，然后一下子就情绪没有控制住，然后就是没有在意那么多东西了，就直接就整个崩溃掉，整个人，我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这么崩溃，对，觉得很抱歉，很对不起我的听众。
王石这首歌唱之后，大家沉默了很久，我能感受到他心里的压抑，然后包括他的开场剧，就是他说你们看舞台上亮吗？但是我看你们很暗，就是其实有时候艺人在台上是很无助的。我觉得他其实他是很有内心的，很懂的，他不需要过多的关怀和那种安慰。我们都有过经历，在台上有失误，但是会成为自己心里的印记，让自己变得更好。这首歌其实挺个人的，挺自我的，会有很多自己的经历啊什么的。你有时候你非常难过无助的时候，你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你跟身边人讲，他能安慰你几句，但他永远体会不到你有多难过。详细说肯定会有人觉得说我卖惨啥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这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所以说这么多你们也不可能感同身受，对吧，就不说了。错了，世上有感同身受的，其实他还没有感觉到，可能他还小，我觉得应该多给他一些爱，再成长一下，他一定会发现这个世上有感同身受。这衣服真的真够傻的。
这种深深的放松，就这种真的很多人是做不到的。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其他这个歌听 demo 还没有那么有感觉，可今天现场太无敌了。一可是很自信的一个姑娘，她的精神层面你可以感受得到，但你表达不出来，这就是独立音乐跟实验音乐的魅力。姐，哇，太厉害了！真的假的？太炸了！你也是连神连神，还好吧？没有太起来，我觉得小东西感觉。反正厉害，我觉得厉害的，就是适合现场听。还行吧。我这是反正挺尴尬，我就是乐曲完整性太差了。大众评审投票开始。曾轶可，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他将主流音乐以及独立音乐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合，尝试着去拓宽整个流行音乐创作的语境，这是让我觉得比较有启发性的一点。什么是好的歌词？我觉得曾轶可今天就是做了一个诠释，他就是诗。王源这个孩子我觉得特别特别不容易，我觉得这就是真性情。我觉得唱作人如果对自己都不能真，那你怎么去对观众来真呢？王源作品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演出事故，他一下子精神崩溃。我觉得哭鼻子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比赛嘛，毕竟就是残酷的一件事。101位大众评审投票结果已经产生，本轮获胜的唱作人是，我觉得曾轶可会来。这两个人做的表演是很不一样，我真的很难觉。如果你真的要一个好的表演来说，曾轶可的他比较完整，可是王源他情绪真的真情流露嘛，这就很难讲啊，就真的不想预测这个。本轮获胜的唱作人是，本轮获胜的唱作人是曾轶可。来，抱一个，抱一个，不好意思。加油，加油，加油。那你别那个什么，我没事，你快去吧，你快去吧，我接一会儿我就去下午就去了，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啊，还是果不其然还是输了。我觉得毕竟是一个比赛，你得保证你作品最完整最完美的输出给每一个评审每一个听众，那我觉得出现在我个人情感上的失误其实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为这个给观众道个歉，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做好的地方。对，这首歌如果赢了我才觉得难受呢，赢了我觉得赢了不应该，我觉得输了挺放松的。我哥，哎呦，哎，
没事儿，难受啊。本来我想把它好好唱完的，结果唱到一半真的绷不住了，就没办法，就唱不完了。怎么哭了？唱没事啊，绷不住了。嗯，比我想象的坚强。对，我以为他进来会挺难受的。你应该心态应该没问题。我心态没问题，我要是赢了，我心态又有问题了。怎么了？就是我觉得比歌的舞台，我歌没唱好，赢了那就是有问题。我这没唱好，歌输了是应该的。就下回去挺舒服，这小垫子。舒服啥呀？我一直都没坐。为啥不坐？我爱坐地下，太屈辱是吗？太屈辱了，坐地下太难受了。是挺屈辱的，一直在屋里溜达。站起来了，站好。不能憋屈是吗？不能憋起来，不能输志气。溜达溜达，咱们不能输志气啊。茶派新口味新包装升级不换代，本节目由农夫山泉茶派独家冠名播出。上拼多多 APP 搜索我是唱作人，一整颗榴莲0元带回家。要奏要唱要才华，本节目由要你笑耀全场的黑人牙膏首席特约播出。青岛纯生为唱作而生，本节目由青岛啤酒赞助播出。独家战略音乐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赞助播出。买 VIP 会员季卡榨汁包得唱作人定制好礼，奇异果 TV 大屏还原音乐现场，沉浸客厅娱乐体验。有请今天对战的第三组唱作人高进、热狗。好了，晚点见了。好，加油两位老师。来吧，新歌。因为我对我这首歌是蛮有信心的，因为这首歌是个狠话，我只要好好的完成这个表演，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对，今天唱的歌叫《没那么容易爱你》，我觉得是没有那么浮夸的一些表演，也没有那么高级的做法，我就是想安安静静的唱一个作品给大家听。好歌随心听，水果零元拼，两位唱作人在你们面前有两个拼多多礼盒，请你们协商选择其中的一个，抽到所对应水果的唱作人率先出战。你选，你来吧，狗哥你选，狗哥你，狗哥选，这你选，你选。可以零元拼到的水果是番茄。唱作人热狗，请你首先出战。哦，真的，我先吗？哇，太好了！咱走，咱俩抱一下，来，狗哥，来来来，加油加油，都加油！哎呦！我是唱作人，我是 MC 哈的热狗。我今天要唱这首歌叫做《改变》，可是对于这首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想说的都在歌里面，所以你们听歌吧。Let's do it。发现世界改变了你遗忘的圈，你开始慢慢掉入陷阱，一直变你原本记的东西，现在变得不值烟。天堂或地狱或许就在一念之间，你想要改变一切，你说说而已，遗忘的圈，你说你只是苦无机会理由，你一直变，祈求你走的路不要一直骗，你懂我意思吗？要顶住自己先回不到过去，一拼未来有把握住现在，寂寞的歌唱的像是天籁，现在的人们总是孤独的像个散户，编排的时间仿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雾没人在乎胆固醇，只怕没有心思整天在家不敢出门，原本的斗士现在双眼突然无神，你受了多少挑衅这不改变不能。
的雾，我走到这一步，他挡也挡不住，我都记得住，让我挺得住。你想要改变，我不想变，我不要变，但是我无法推开的是来自生命的改变。老板，请你给个机会，有多少人想要飞，拿着登机牌却一直在地雷，他们以为可以战胜，等待还疲累，好不容易想要发挥却受到好的责备，为何不进则退？哦，大是大悲，到底要怎么追？超人也不会飞，这担子怎么重要怎么背？好多人都思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老一辈说我们不伤心，但我不放弃，尽管没有任何东西在哭，当你仿佛逃不出，伤心无用武之地却守得手上的笃定，五千万个赞也代表五千万个鼓励，别再说着无意义的话，拿出你的努力，如果不想赢拜徒弟的话，你想要机会你改变了吗？不改变自己你要怎么改变他？我眼睛起了雾，我走到这一步，他挡也挡不住，我都记得住，让我挺得住。 It's alright， 你想要改变，我不想变，我不要变，但是我无法推开的是来自生命的改变。我已经起了雾，我走到这一步，他挡也挡不住，让我记得住，让我挺得住。 It's alright， 你想要改变的话就跟着我来。我不想变，我不要变，但是我无法推开的是来自生命的改变。我想要改变，我想要改变，我不想变，我不要变，但是我无法推开的是来自生命的改变。非常狠，太狠了，谢谢。这首因为我歌词或是我副歌传递的东西，其实它又是有态度，所以它不仅仅是炸而已，它还是有传递一些思想、一些想法。其实我对我这首歌，它本来就是我的武器库里面的一张王牌，然后今天就端了出来。狗哥那四个伴唱是他带来的吗？还是我们乐队里的？带的，带的。我们乐队没有那么帅的。开玩笑，开玩笑。没有，我们乐队好像就那个。找不回来了。还好吧。用不少荒唐。我跟狗哥的音乐风格风马牛不相及，两个极端。喜欢躁的你就跟他一起去嗨，喜欢听表达的安安静静听我行，听我来唱歌就好。大家好，我是唱作人高进，很感谢你们把我留到了现在，给大家唱歌。我依然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作品去纪念我们在内心当中曾经很重要的那个人，可能大家都忘了，然后这首歌叫做没那么容易爱你。谢谢。
找个理由才能对你说我爱你的模样，用几个晚上撕扯回忆却冰了我的胸膛，就这样吧，痛也痛了幸福，中了冷枪，每一次转身过后的拥抱疲惫不堪也不放，很想原谅可话到了嘴边，其实我只想说没那么容易爱你，这不是一道加减题，痛点和快乐会相遇放一起，可还算不出结局，没那么容易爱你，没那么简单的期许，惊喜和失望做游戏不言语，最后变成了习惯有你。用多少原谅才能换来一生念念不忘，思念成舟需要多少运气全都花光，没有人鼓掌想带领歌手重新再次上场，有谁明白相互欣赏最后变成了渴望，每一次转身过后的拥抱疲惫不堪也不放，很想原谅可话到了嘴边，其实我只想说没那么容易爱你，这不是一道加减题，痛点和快乐会相遇放一起，可还算不出结局，没那么容易爱你，没那么简单的期许，惊喜和失望做游戏不言语，最后变成了习惯有你。这不是一道加减题，痛点和快乐会相遇放一起，可还算不出结局，没那么容易爱你，没那么简单的期许，惊喜和失望做游戏不言语，最后变成了习惯。谢谢大家，谢谢。我自己对这次表演其实还是满意的，就他对我作品的表达跟诠释我也做到了，电视播出之后可能我的歌的流传度会更好。我觉得狗哥跟静哥两个人，因为他们的音乐风格其实一直都没有变，就是高进的歌就非常高进，热狗的歌就非常热狗，但他们两个打在一起之后，其实就狗哥的现场感是赢了的。第三组对战表演结束，大众评审投票开始，请依次前往场地后方插排炸之间投票。我给这次热狗满分，原因在于他这次用了一个新尝试，他将乐队加入，带来一些摇滚或者说是偏金属的一些风格，
让这首歌的 flow 会显得很炸。热狗他用他的歌词，用他的音乐，层层递进，把我的每一个细胞点燃了。高进这场作品我觉得不及格，他非常商业化，特别是在这个充满新意和进取的舞台上，我不欢迎这样的作品。高进老师，本来上一场我对他的期望还是挺高的，今天这首一下子又从20多岁的年轻年纪掉到了40多岁的大叔年纪，让我稍稍有一点点的失望。高进，我觉得他今天唱的歌是一种老男人的老情歌，可以说是李宗盛那种感觉的，但是他唱的比李宗盛要更洒脱，因为他发声的方法是非常直率的，直率里面有温情。这么有传唱度的作品也是很难写出来的吧？高进不红，天理难容。我就是不想让高进老师走，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宝藏男孩，我觉得他下一次肯定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展现的。音乐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好的和不好，在竞争对手当中反而直击我心里的是高进。你觉得是谁啊？那两个歌打动的肯定是不同的人群。对，我觉得应该不会差特别多票，我觉得真的不好说。101位大众评审投票结果已经产生，本轮获胜的唱作人是热狗。热狗进入上位区，高进进入下位区。挺好挺好挺好，你是合理，后会有期，合理合理。哎呀进哥，哎呀，哎，这是我的故乡，这屋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我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房间的配置。大家到家了，都别客气，来来来坐吧，到家了。都站着干嘛？坐吧坐吧。博哥他没坐过。不是呀，没事，他没见他坐过，难受我。今天为什么要唱一个其实在对抗的竞技节目并不占优势的流行歌，是我觉得我要感谢这个舞台能够把我放到一个观众们可以看得到的地方。我是希望这个舞台除了对抗性以外，也能够在这个节目里流传一些作品，而且能产生一些进去。那么我今天我也是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无论输赢，我想做的我做到了，我把我该唱的歌该表达的都告诉你们了。哇，欢迎你，苏荷哥哥，是第一个男生进来的哦。对，哇，你好秀气啊！没有，我坐这边。没有，你可以坐。没有，我这个是我老朋友，我一开始在上位区，我都一直坐着他。终于又见到他，我好想念他，真的。我就是感觉你马上好，那我那个快坐吧。对，你就直接坐在这儿好吧。好，我就坐在这里，坐这边。时刻听到那个不好意思哎，没关系，你知道。好幸福哦。再坐回去那里吗？可以吗？我觉得坐这边莫名其妙觉得好热。我觉得坐这边好热。要是哥跟你压会跷跷板，压会儿呗，哥。哥陪你玩。压一会啊。压不动了，我压不动了，哪压得过靖哥呀？压不动了，看我这死压不动了。是真压不动了。不是现在无所适从，不都咱俩在干吗？对，是的。来，博哥，来，你上。我不玩。博哥，咱们这块气质得绷住啊。你博哥是老干部范儿的，不可能跟你做这个。我是老了。
邀请，今天最后一组对战的唱作人，汪苏泷、毛不易。啊，再来了，可算是到了。这俩盒子是吧？然后我现在来宣布抽签的规则。嗯。好歌随心听，跨平原拼。两位唱作人在你们面前有两个拼多多的礼盒，请你们协商选择其中的一个，然后打开礼盒展示，向礼盒当中的水果，抽到了哪个水果，哪个水果就先演唱。随便选哪个？那这个吧。是，哇！我的臭榴莲。好，炸死！好，那回答我一个问题，究竟是哪个水果是零元拼呢？究竟哪个水果是零元拼呢？榴莲。一二三，榴莲零元拼。这个广告太硬了，太生硬了。大家好，我是唱作人汪苏泷。在这个舞台上我已经输了两次了，但是我今天要带来一首很不一样的歌，这首歌就是我的态度，名字叫不服。我对这首作品非常非常有信心，但当我坐到那里的一刻，我的恐惧感油然而生，因为我已经在那里说过两次了，所以就是非常的煎熬。我真的不知道，我如果再输第三集，我的心态会变成怎么样子。我还有路要走，我忍不住怒吼，我还有路要走，我忍不住怒吼。何处才是归途，用我一生熬苦，反正我不会哭，我只想被人们记住，我永远不知足，用这一生来赌，反正我不怕输，我用爸妈给的天赋。我陷入沼泽也不顺从别人的法则，青春就像等列车，你的梦想做了乘客，我从不歌颂悲怆，我只想改写结局，我也对自己失望，至少这样不空虚。我曾经错过，我懦弱像一个疯子，我曾经退缩，我懦弱，我真的幼稚，我还有路要走，我忍不住怒吼，我还有路要走，我忍不住。何处才是归途，容我一生熬苦，反正我不会哭，我只想被人们记住，我永远不知足，用这一生来赌，反正我不怕输，我用妈妈给的钱。
这首《不服》把我所有的情绪都表达完了。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是不对梁博不服，但是我其实在舞台上的感觉是他已经不是对某个人或者某场比赛了。我近几年的状态就是不服，我一直觉得我很有天赋，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慢慢承受到更多的质疑，有更多的不认可。我觉得不服是给我了一个很好的出口，我觉得很爽。狗狗应该喜欢这个。喜欢啊，我喜欢展现自己愤怒或态度的歌，我喜欢这种歌。小猫来个不服也得服。这首歌打我也得，你也得服。哎，怎么受气了？啊？没，就是来来来，那个台下狗不是这样的。对，就是这股劲儿吧。导演，就是培养一下，就是艺术作品哈。为了作品，为了作品。对。那老师啥时候上的呀？啊，他是在我就他快唱的时候才上去的，但是镜头没给。我是忽然，因为我昨天水看的时候是个立麦，而且最后很疑惑是吧？那个干啥的？拜拜，加油。大家好，我是南非裔。六年之前，我从东北第一次来到江南这边上学，度过四年大学时光，也有过一些故事，然后我把它写进这首歌里，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能够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挥洒下一缕缕碎波潺潺，晚风里灯影柔满，荡漾着湖水轻轻牵引晚船，青堤白花油纸伞，采一片莲叶清香飘在两岸，长亭和垂柳作伴，暗下来薄雾不散，不见远山，一方天地风清水软，声真好听。水绿天蓝蓝，白鹭一行鹭辗转，飞过芦苇滩，停在相思畔，听船歌声声慢，唱一响间欢，多少柔情落江南，一曲唱不完，此曲几时还，明月照两端。思夜竟然你在对岸，留不住彩云已散，无尽是月影微寒，独上远山，两处别离两小团，水绿天蓝蓝，飞
传歌声声慢，唱一腔牵挂，多少柔情莫将难，一曲唱不完，此曲几时还，明月照两端，唱一腔牵挂，多少柔情莫将难，一曲唱不完，此曲几时还，明月照两端，一曲唱不完，此曲几时绝对是一首大家听着不会觉得难听的歌，但它会不会让大家在听完另一首能量密度比较大的歌之后还会选我这首歌？那可能是首优美的歌，而且当下的感觉可能很难去直击到人的那个情绪，所以我还觉得没什么把握。底下评审他表情老冷漠了啊！哎呦我的妈，是你们下回花半个小时给大家热场。小朋友们，我是评审，为什么要热情？对，因为大一觉得自己是评审就起范儿了，大众评审范儿。大众评审，投票开始。对，我觉得汪苏泷是今天最精彩的，他确实是很有战斗力啊，他突破了以往的自己。汪苏泷在这后面的女高音的吟唱当中和她的这个说唱去进行了一个叠加之后，突然掀起了全场的一个高潮。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巧妙，网络歌曲或网红歌曲甚至有些小鲜肉气质的汪苏泷突然间在这一下呢爆发了。我特别喜欢他的歌词，因为我觉得他很有韧劲，很有傲劲，我觉得这个才能够征服我。他今天的歌曲还运用了他可能不太擅长的说唱部分，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汪苏泷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他唱 rap， 这是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他跟这个圈子不搭界，没必要尝试自己不擅长的风格。毛不易这首歌真的是特别舒服啊，这歌词就像诗一样。毛不易是一个有 4D 效果的歌手，他只要一开口你会感觉啊，下雨了，起风了，然后那个西湖的水雾被风吹过来了，你能感受到就 4D 环绕的那个效果。毛不易这一期是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值，创作人这个节目应该是鼓励这些音乐人做出更好听的音乐，那不是说你做你擅长领域的。毛不易的歌听上去就是一个旅游宣传曲。其实毛不易老师的作品还是在他原先的这种歌曲的风格里面，就是没有做任何特别多的改变。如果他没有更多的创新，大众会审美疲劳。投票结束，现在进入计票时间。小毛这回有点危险，我觉得。而且感觉他今天很收着，不知道为什么。他平时到了副歌的时候是会非常的放开的，很有力量的感觉。毛不易，我觉得远远不是这个水平。他的歌曲内容更有深度，就他的这个遣词造句是我喜欢的，我觉得是有气质的。汪苏泷这个可能比较小孩子的那种，我其实不太喜欢。是从比赛的赛制上来讲，小龙已经输了两场了。对于一个歌手跟艺人来讲，那个内心是极大的压力。101位大众评审投票结果已经产生，本轮获胜的唱作人是汪苏泷。汪苏泷进入上位区，
毛不易进入下半区。我总算赢了一回，我已经如释重负。这一场是很好的一个强心剂，就是他把我的状态又回来了。青青 ，Hello。作品本身不是一个特别适合竞赛的一个作品，我不会说因为我这场赢了或这场输了，我就调整、再改歌、for 现场。我觉得这个就失去本身你创作的目的了。我们不是为了比赛而做的这首歌，这首歌最本真的样子是我们想跟大家表达的，作品留下来是重要的。快，你是忘词儿了还是怎么？我们觉得你不舒服，没唱好，难受了是吧？你我感觉没事，没事就好，嗓子没事。完这舞台上大流行特别吃亏，大流行没有一个赢的。你看咱们数一数大流行，数唱两期流行，对，我也两期流行，下哈尔滨掉，这个掉，我两期，我第一期和第三期流行全掉，苏龙前两期流行全掉，就是我觉得一个很不理解的现象，就是你基本上现在大众就是市面上90%的红的歌都是大流行吧，那为什么在这个舞台上大流行一次都没有赢过呢？我觉得就很奇怪，不知道会为什么是这样。我保留我的看法，我特别喜欢大流行，我也可以很坦然说，我就喜欢俗的。普通听众喜欢听什么，我喜欢什么。我们做的音乐，最终你面向的是大众，永远永远都别怕所谓的俗。对，我是比赛永远不改。下位区的四位唱作人。你们已经成为了我是唱作人下一轮比赛的淘汰候选人。在下一轮中，下位区四位唱作人只有两位能够生存。都在两个吗？我天哪！下位区在下一期将进行两两对决，胜者留在舞台，败者直接淘汰。很难。下位区唱作人王源，第二点我。在其余三位下位区唱作人中，你将选择的对手是？现在选？为什么？别闹啊！很难选的。别闹。王源，你将选择的对手是？新包装升级不换代，本节目由农夫山泉茶派独家冠名播出。本周拼多多免费吃水果福利已开启，现在打开拼多多搜我是唱作人，一整颗榴莲零元带回家，还有录制现场门票等你来拿。茶派新口味新包装升级不换代，本节目由农夫山泉茶派独家冠名播出。上拼多多 APP 搜索我是唱作人，一整颗榴莲零元带回家。要奏要唱要才华，本节目由要你笑耀全场的黑人牙膏首席特约播出。上新浪微博搜索我是唱作人，参与微博榨汁榜，为喜欢的唱作人点赞。爱奇艺 VIP 会员独享开饭了唱作人，每周六中午12点见。解锁上百种追踪方式，收获成吨的快乐源泉，尽在爱奇艺综艺。爱奇艺专属流量包，随时随地想看随意。区的四位唱作人，只有两位能够生存，败者直接淘汰。他说到让我选的时候，其实我挺难受，因为我觉得那三个都太强了，我觉得可能打不过。但其实现在心里我已经
有答案了。哇，太残酷了吧！这四个只有两个会留下来，那是哪两个啊？那谁走都好可惜啊！感谢收看爱奇艺重网自制《农夫山泉茶派》，我是唱作人。上新浪微博搜索“我是唱作人”，参与微博榨汁榜，为喜欢的唱作人点赞。有问题上知乎了解我是唱作人。打开百度贴吧 APP， 一起参与我是唱作人话题互动。用360搜索 get 我是唱作人更多资讯。用中华万能力 APP 添加节目提醒，让时光充满乐趣。超省换新机，就找爱回收。来八大社区话筒人学翻唱，八大 APP 吹爆原创。嗨唱作人，挖掘切面唱作人，看超好盘的魔性幕后。关注官方公众号，不秃不下班，周边福利一手得。AI 智能投屏神机电视果，邀您投大屏看唱作人。感谢新浪娱乐、手机百度、知乎、百度贴吧、糖豆、健力新闻、新闻菠萝、百度百科、时尚科技网、芭莎印、读、京东到家、环游相机、鱼罐头、听伴、途家、超级星饭团、模范生、碰星、范爱豆、谈资、橘子娱乐、Echo、沃音乐、蜗牛睡眠、知图、白熊阅读、口袋兼职、青江盐卷、西瓜子、新小班、灵感、一只鱼、方糖、堆糖、斗牛、大街网、快牙、观众网、茄子日报、茄子悬赏、抢手去不行、猫瑞手杖、时光手杖、塔图文学、口袋舞蹈、月跑圈、闪萌 Kila Kila 动词、看了吗短视频、天意视讯、彭小仙、永乐票务、粉丝网、黑吼、名创优品、江西手机报、中华万年历、威力看看、眼客、更美 APP、 黄油相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在两位中只有一位能留在比赛，败者将直接离开舞台。 Oh my god。4月12日起，爱奇艺《我是唱作人》新鲜值榨汁榜正式开启，为您喜爱的唱作人榨汁，增加他的新鲜值。每周新鲜值最高的唱作人加冕当周最鲜唱作人荣誉，可获得专属资源大礼包。截止至4月25日晚上8点，本周的最鲜唱作人是王源。年度累计新鲜值最高的唱作人将获得年度最鲜唱作人的称号，解锁总决赛独家福利。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参与榨汁：来爱奇艺 APP 搜索“我是唱作人”，为你喜爱的唱作人榨汁。普通用户每天拥有一次榨汁机会，爱奇艺 VIP 用户每天拥有两次机会。打开爱奇艺泡泡 APP， 进入榨汁页面，每天拥有一次榨汁机会。安卓手机客户端观看“我是唱作人”相关视频满7分钟，每天拥有一次榨汁机会。打开爱奇艺动漫独立品牌八大 APP， 进入榨汁页面，每天拥有一次榨汁机会。关注全新包装的农夫山泉茶派微信公众。进入农夫山泉茶派特别通道，获取专属榨汁机会。同时上微博搜索我是唱作人话题，点击我是唱作人榨汁榜，每天拥有一次榨汁机会。还在等什么？快来为你喜欢的唱作人增加新鲜值吧。腾讯音乐娱乐三大音乐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共同打造唱作先声榜。本周我们将揭晓榜单排名情况，截止至4月25日0点，唱作先声榜 Top 3， 汪苏泷古怪。Top 2， 陈意涵，小星球。Top 1， 王源，压不到台。我都谁压不到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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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谁压不到台。快来为你喜欢的唱作人打榜助力，下周榜单排名由你来定。我就再找一把钱，先买一把，从上海赶快买一把过来。等一下啊，我找一把。不是哪个比较摇滚一点，怎么就是比较适合这首歌？摇滚一点的话，其实。等一下，我到下面有地方。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很不好，所以我不服啊，所以我不服，我要跟这个世界较劲啊。我是很容易屏蔽某些东西的，我可能就是挑好的看，然后给自己信心什么的。我也可以很任性的说，我就是做我自己，你们不懂我没关系。但是我觉得这样
一点都不酷。如果你不喜欢我，不会喜欢你。爱也是一切，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必须得有爱。爱奇艺悦享品质。